古老的厄尔浑河，诸多民族在其怀抱中繁衍和兴衰。这个苏木的人呢，大致都是已经蒙古化了的回族，根骨不变的原野牧歌。横贯蒙古国中西部的杭艾山脉，拥有无数小泉溪流，汇成了一条美丽的河——厄尔浑河。哈达是吉祥的象征，用圣洁的哈达供奉着圣洁的水神，也传递着蒙古人古老的告诫：水是生命之源，神圣不可玷污。这是厄尔浑河上唯一的瀑布——乌兰瀑布。我所站这个地方是蒙古第二大瀑布，但是它的水流、水量、水面的宽度在蒙古是第一位的。那么说，额尔浑河的形成是由于地震和火山爆发、地表断裂而形成的。我们可以在额尔浑河的沿岸到处都可以看到火山岩。额尔浑河的形成同蒙古高原一样久远，因而人们前进地称它为呼格新额尔浑，意为古老的额尔浑河。来到这里的男女老幼都怀着同样前进的心。当地人认为，倾听瀑布的隆隆轰响，沐浴水雾的飘渺升腾，不仅能感受天籁之音，愉悦身心，延年益寿，更能聆听到祖先的教诲，得到人生的启迪和智慧。自古以来，厄尔浑河流域就是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古代诸民族的繁衍生息之所，融合兴衰之地。厄尔浑这个名字，不知是哪个民族的语言，使用这个语言的民族或许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流，但他把希望和祝福留在了草原。厄尔浑河流域一直是天然的优良牧场，水草肥美，牲畜兴旺。除了蒙古地区的传统牧畜之外，这里到处还可以看到牦牛。除了青藏高原，寒冷的蒙古高原也很适合牦牛的生存。牦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第二代叫海纳格，幼时的海纳格在身材与力气上与同龄的普通牦牛无异，但成年的海纳格是个大力士，常被选去拉车负重。这头海纳格身具体健，称雄一方，把另一头公牦牛赶出了牛群，并霸占了他的家族和领地。已经断奶的一岁小牦牛是个馋嘴子，总想吃妈妈的奶，给他鼻子上拴个东西，他就没办法吃奶了，因为妈妈新生的小牦牛也在等着吃奶，主人也要挤奶，所以只好委屈他们了。牦牛体矮身健，毛长耐寒，善负重驮运，其绒毛是高档纺织原料，尤其由于它比蒙古奶牛产奶量大，使得这里的人们喜欢牧养牦牛。牦牛驯服后变得很温和。到了仲夏，厄尔浑河两岸正是奶食飘香、奶酒醉人的时节。主妇们忙着熬酸奶、酿奶酒，空气中弥漫着奶香和酒香。
把酸牛奶倒入锅内，锅上再加锅，上面的锅装满凉水，下面锅里的酸牛奶被不断熬开，升腾上去的酸奶蒸汽碰到凉锅底，立刻就会变成含酒精的蒸馏水，滴入下面接着的器皿中。蒙古地区这种酿熬奶酒的方法始于何时何地何人已无从考证，但它代代相传，一如醇厚的酒香绵延不绝。按照习俗，奶酒的第一口酒香灶火表示敬献给火神，然后敬献给家里的男主人公或男性客人。饮酒时需戴上帽子，行敬天敬地敬祖先之礼后方可饮用。蒙古人具有深刻的天地祖先观，视天地祖先为至圣至尊，这一点从饮酒礼仪中可略见一斑。在鄂尔浑河沿岸到处可以看到古墓群，这是古代游牧文明在大自然母体上留下的难得的印记，也是匈奴、突厥、回鹘等古代诸民族在草原舞台上轮番登场，上演兴衰活聚的历史见证。根据出土文物分析，这些是突厥回鹘时代的古墓。这个地方叫做门徒隆的阿姆，如果说翻译它的意思的话，是指这种伤口，这个伤口就是驼山。那么说我们现在发现了很多这种突厥和回鹘时代的墓群，大约有30多个。那么考古人员呢，已经挖掘了这个3个墓群，那么3个墓群之中啊，其中有2个曾经被盗过，但是即便是如此，从这个墓群当中啊，都出土了一些个像牛羊骨头，像一些个生活用具，还有一些个像突厥和回鹘这个纹印的一些个瓦片和这种器皿。那么，尤其是啊，这么多这个石头是从这个山上运下来的扁平的长的这种石头，它跟其他的墓穴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把这些扁的长的石头啊，根据它的自然形状没有加工过，然后就围着它这个墓啊，都是四方的墓，然后给树立起来了，有着高矮高矮不齐。那么这里边呢，尤其需要称道的有这么几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这些墓群当中发现了3个，这叫墓石，也叫墓碑，也就是说我们曾经在蒙古的很多地方发现的这个墓群一样，尤其突厥和回鹘时代都是如此。比如说这里就有一个墓石，那么说这个墓石呢本身跟其他的这种扁平长的这个石块一起啊，就把这个坟墓给圈起来了。那么这个墓石呢，长度大约2米5左右，宽度有55公分。那么这个墓石上呢，这个它这个所刻上的东西啊，看起来现在很不是太清楚。那么根据有些资料的记载呢，这里边这个刻画的也是这个鹿啊、刀具啊之类的东西。这块鹿石的长度啊，也是大约2米多。那么说它的宽度是50公分。一般的鹿石呢，这个应该是底部，然后呢下边呢它都有这么一条线。这很多鹿石呢，这个上面往往也有一条线。那么我们曾经看过呢，这个上面这条线上面呢，还有刻有什么太阳啊、月亮啊和其他标志。而这个中间呢，往往刻了很多鹿。所以说从现在呢，我们这个画面上很难完全辨认的清楚。鄂尔浑河从杭爱山脉发源后，蜿蜒流向东北方，两岸的原始森林茂密幽深，连绵不断。每一片森林都有被供奉的树神，
树神保佑森林里的树木生灵不受伤害，保佑森林外的人们祥和安泰。平时人们只可砍伐一些林中枯树满足生活之需，但有一种叫哈日毛都的树是被允许加工使用的。哈日毛都的意思是黑木，其木质坚硬且柔韧性好，用它做的家具和蒙古包构件不易变形，经久耐用，在蒙古各地十分抢手。这是又一处突厥墓，这个墓有个特点，墓前排列着许多杀人石，代表墓中人生前杀敌数目。古墓啊，在蒙古就随时都能发现。这个墓显然是已经挖掘过了，但是这个已经排列这个石人，看来的话，这个墓至少是将军或者是巴特的墓。嗯哼。古突厥墓陵墓当中，它是比较大的，至少有长度有12米，宽度有10米左右。那么这个地方是阿拉杭盖埃木克好腾兔苏木的第三村。那么好腾兔苏木是说明说这个苏木的人呢，大致都是已经蒙古化了的回族。我们在这里边偶然的发现了一个土耳其石人，专家们认为啊，这个石人代表着坟墓里边的那个人。杯子的含义呢，就说有两种说法，一呢是它代表这种水杯，水是生命之源，只要有水，这人就能生存。那么另一种呢，是蒙古高原呢，地处一种寒冷的这么一个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比较寒冷。但这样的话呢，这酒呢也是少不了的。所以说，从这种灵魂不灭的角度来说呢，这个人们呢也希望这个死者呢能够有经常有酒喝，或者是缺不了水。这个立在路边的石人已被当作路神供奉起来，层层缠绕的哈达凝聚着人们的心愿。南来北往的人们带着祝福远行。来到一个回族嘎查，回族嘎查居民的祖先据说是西域人，当年随蒙古大汗征战并留住在此，世代的草原生活已使他们的生活完全蒙古化了。祖先的信仰早已被忘却，他们已变成虔诚的佛教徒。这位妇女用长短不一的抽丝线，花了2年的时间缝绣出白度母女佛像。2天后，他们准备把这精美的佛像送到附近新建的喇嘛庙中供奉起来。在完全私有化的蒙古国，牧区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但是这个嘎查的牧民自愿组成了一个集体，重新走上了合作化道路。
одоо хоньны ноос биш үү? Ноосоор одоо ингээд нөгөө янз бүрийн таавчиг, сандлын бүрээс одоо суудл, тиймиг ингээд машинтай. Тэрөөгөрөө одоо тэгэл янз бүрийн тийм эсгий бүтээтгүн эсгийлж. Өөртөө хийдгүү. Өөртөө хий. Бүр одоо сүлд эсгий готл зарим маань хийж байгаа. Тэр дор бурс байгааг нь тийм алтгараад. Алтгарч яа. Тий, тэгэхээр бид одоо байгалаа хамгаалаад. Хуулахгүй. Дөхөн хийдэж харах юм. Дөхөн хийд одоо тэр харагдаж байгаа том мат чи. 许多采矿热、淘金热以及其他一些有可能伤害牧场的企图，都在牧民的集体抵制下化为乌有。这里没有城郭，没有残垣断壁，没有超市酒吧，没有喧嚣的噪音，更没有堆积如山的垃圾，有的只是辽远。 游牧人继承了先辈的草原遗产，用努力把这份遗产完好无损地传交给后人。游牧文明捧给世界的是一个原生态的、可自我修复、自我再造的大自然。也许五十年、一百年之后，蒙古是人类最适合居住、生活乃至于游玩的地方。塞门哦。 塞罕多斯基诺，塞罕多斯基诺，阿内诺特亚森高原呗，塞罕多斯基诺，塞罕贝纳。鄂尔浑河接近中游的时候，不断有小河汇合进来，给它补充水源，让它源远流长，轻盈万里。 长长的勒勒车队，步伐悠然依旧，摩托人只能静静等待。将来有一天，现代化公路与勒勒车古道交错成十字路口时，草原文明的红绿灯该会怎样开启和关闭呢？ 将来有一天，工业化浪潮波及这里。 鄂尔浑河还会这样丰盈而清澈吗？在机器轰鸣与碧波欢唱间，你该会奏出怎样一个和谐的交响？大型电视系列片《印象蒙古》，带您领略异域风情。